出来了，妈都等不及了。走吧。哎。我坐哪儿啊？两台车还不够坐、啊、不是说好不等可人妹子了吗？没时间了，别磨蹭了吧。博涛，我坐到前面去吧。不用，你坐前面。嗯。干嘛对着我傻笑？我不是在笑你，我是在笑我自己，真的很傻。怎么说？当初为了替爹还债，不得已嫁给你当了三房。本来以为一场交易的婚姻一定不会幸福，没想到。没想到什么？没想到几个月接触下来，我对你的印象完全改变了。印象？那之前在你心目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？怎么说呢，商人嘛，免不了一身铜臭气。不过你对乡民的关心和对聚义的尊重，让我发现你仁厚的一面，所以我爱上你了。就是那双勾魂眼，把博涛的魂儿都给勾走了。